为了要推动停建核四，民进党在24号晚间也发起了这一场2014停建核四的活动，在昨晚的8:14从义光教会出发，也号召了党工职级群众一人一扣守护生命哦，一路的手牵手来到了凯达格兰大道前，要施压马政府要求停建核四。绿色光束投射在总统府前，斗大字样喊出人民诉求。2014年要终结核四，近万人涌进凯道席地而坐，开启手机灯，象征希望之光。那会唱的朋友，请大家一起唱，高举我们的右手。终结核四之夜，近万人响应。从24号晚间8:14，民众就从林义雄进食的义光教会，沿着信义路一路手牵手到凯道。不少民众携家带眷走上街头，民代也动员全台北市12个行政区的党工职，一路从大安区游行到博爱特区府前，用行动支持反核。除了手上的光线，志工也将蜡烛在地上排成一个命字，象征点燃生命之火，守护林义雄的生命，也守护全台湾人的安全。记者吴嘉文、高华香、张凯亮、邱仲 SN 小组采访报道。